Hello, this is Beijing Daily Treasure Hunting Channel. I'm Beijing Daily. 大家好，这里是北京大爷淘宝记频道，我是北京大爷。Today is Friday, February 5th, 2021. 今天是2021年2月5号。Today is a Friday. Time fly fast. Let us see what about in 5 days. 时间过得非常快，今天是星期五，让我们看一下这5天我都买了哪些东西。From February 1st to February 5th，从一号到五号啊。Okay, let's start. The February 1st. Oh, not so much. Only this hat. Cowboy hat. That's very sick wool. I paid $1. That's very new. 一号这一天呢，没买什么东西，就花了1美元买了这顶这个牛仔帽。这个牛仔帽质量还是很好的，特别厚实啊。所以一号这一天呢，就买了这么一个东西，这还是很不错的。Okay, the next, there's nothing to buy. 第二天呢？什么都没买到，空手而归啊。OK，and the third，第三天呢，就是买了几样东西，一个是这个crystal，I just pay $1. This crystal is beautiful。这个水晶碗呢，付了1美元这样很漂亮的。OK，and two cups made in England，两个英格兰的小碗50 cents。The second-hand market price nearly $15 each。二手市场啊，这个碗不加碟子，应当是15美元左右一个。Also, a mark, Thomas Kinkade，一个 Thomas Kinkade 的这个马克杯啊，50 cents。Okay, this third day, and the fourth，第四天呢，a plate，with a cup. This is made in Japan with metal, gold and silver. 50 cents. Also, this pottery, 50 cents.第四天呢，就买了两样东西，一个是这个日本这个盘子，这个盘子呢中间是镶嵌的金和银，镶嵌的金和银，这个盘子50美分。有的时候啊，这个盘子我看着卖的贵，以前我淘了几个盘子呢，这样盘子是1美元，有的时候呢，也标着是2美元，或者是3美元，这个50美分呢还是很合适的，这50美分啊。这个陶碗也是50美分，50美分就是这个，一般有可能它标的2美元、3美元，但是呢，这个呢它就标了50美分，这个很合适，有的时候啊。出去淘货的是赚去吧，必须得买点东西。你说什么都不买吧，空手而归，他多多少少有点失落感啊。这个东西呢，花的钱不多，50美分一个，买了一个呢，放着也没事儿，就是送人时也挺合适的。
所以呢，出去转悠呢，看如果要是有些东西可以买呢，还是上手买一点吧。但是也不能说的，什么都买，因为买的太多，家里也没地儿放，都给买乱了。还是以这个，观赏性和实用性为主。我们很多人呢，在这个出去淘宝的时候呢，尤其是中国人，我看了很多视频，他们特别愿意淘这个中国的什么，比较老的这个瓷器和物件。老的瓷器物件呢，像这个康熙呀、雍正啊、乾隆年间的瓷器。但是本身中国这个瓷器这里的这个道特深，关键是假货太多。中国的你说这些瓷器，这个要说的观赏性有多大，艺术性有多大，这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，除非官窑。中国这些瓷器呢，关键是很多是我们经过这个战乱，经过文革。尤其是这个文革啊，把这个文化就给毁了，就该砸的都给砸了，所以很多东西都砸了呢。中国比较老一点的物件呢，就特别少，一少了就物以稀为贵，所以价格一下就上去了。这是中国这个瓷器，但是在淘的时候，因为中国瓷器，中国市场上啊，假货太多，因为中国社会就有一点就是。有点鼓励造假啊，不造假吧，领导不舒服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假货太多。如果要是说的一门心思，光想着就是说我就淘这个中国瓷器，这个面儿有点太窄了，这个大财没发成啊，反正到人给骗了。因为看到有些这个中国的农村啊。一个农村因为这个造假假古董，他的这个收入上亿元，你想这上亿元假货卖给谁呀、都卖给那些那个想捡漏啊、想淘宝的人那么他们就是这个受害者，所以淘中国的瓷器呢一定要慎重一点像国外这些东西呢，倒不是说一下就能值多少钱，让你那个。成个亿万富翁，但是呢，至少是让你亏不了哪儿去啊。既然买了就是赚的。Today, I bought a lot of plates, and one is cross, 50 cents.今天呢，买了很多盘子，首先第一个买了一个，淘了一个十字架啊，50美分，我看做工还可以。The second is a shaving mug，这是一个老一点的这个刮胡子杯子，在美国市场，如果我们见到这种形状的杯子，就是马克杯，那它一定是刮胡子用的。因为底下它的面积比较大啊，着力比较好一点，这样之后在这个涮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这个杯子不容易倒了啊。50 cents, shaving mark. England plate for Mother's Day. Blue and white，这是一个英格兰的啊。Staffordshire 这么一个盘子这个盘子呢是母亲节用的，母亲节呢有些人买完之后送给母亲，然后放在家里头，摆在桌子上还是很漂亮，50美分一个。Old place 50 cents。所有这些盘子都是50美分，This is made in Germany，这是德国的碟子。
West Germany，这是西德生产的碟子。This plate decorate a 22-karat gold。这个碟子呢是22K 镶金的碟子，是1964年生产。所以这个碟子呢，50美分啊，再加上后边这个挂碟的东西，你想有的时候这个后边挂碟的东西，你拿50美分啊，逃不过来。你去旧货市场50美分，他也不卖给你，他有的时候卖1美元啊。所以连碟子带这个50美分呢，这还是挺合适的。而且这个碟子呢，送给这个1964年出生的人。哎，这个比较有纪念意义了。This plate was made in 1964, so I bought the plate as a gift for the person who was born in this year. 所以 the last four plate. Made in Japan. This stoneware. This 这个碟子呢，是日本生产的啊。这个碟子，可以放微波炉啊，微波炉啊，烤箱啊，这都可以放，50美分一个，买了这么四个。OK，that's all I bought in recent 5 days.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my video. See you next time. 好的，这就是这5天当中我所淘这些东西，东西都不是大东西，不太起眼儿，但是呢，自己就是个乐呵啊。OK，thank you so much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